开两朵，各表一枝，单说三爷张广泰，由打家里出来，那真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呐、啊，不敢走大路啊！瞧见哥哥怎么办呢？哎，跑出去了，深夜得跑出有这么十来里地儿，一个大少爷，黑经半夜自个儿在外边站在河边上，眼泪哗哗的，怎么办？家回不去了。四美堂更不能去，我见着人家我说什么呀？回家之后大哥得害我，进北京，北京没有朋友，往哪儿去呢？又一琢磨，由打这儿出来过杨村奔天津可能还好一点，得了，好男儿志在四方，我闯天津卫，走吧，往外走啊！抬头看天上的月亮挺圆，一边走一边念叨着，大八月节的，合家团聚，我自己一个人，我这算哪一道呢？走一会儿哭一会儿，走一会儿哭一会儿。大伙儿您知道哈，杨村呢、蔡村呢、河西屋，打这儿其实到天津没有多远。那么简短截说，到天津的时候是上午，晚上都没怎么睡觉。西关街西关乡这儿有一个吉祥老店，哎呀，住店了，晃晃悠悠的啊。伙计，住店，伙计出来了，这伙计叫刘二，哟，可见您住店，一瞧穿的挺干净啊，给我找一个干净房子，嗯，要个上等的客房，是，您跟我来，让到里边，开开门进屋，躺在炕上就睡觉，太缺觉，这一觉就睡到了下午三点多钟，睡醒了，坐起来叫伙计啊，伙计刘二来了。打着洗脸水洗脸，又给沏的茶，坐在这儿啊，喝了口水，心神方定，跟伙计聊天。伙计说，您这个够缺觉的，缓过来了吗？啊，缓过来了。哎，待会儿给您准备点什么吃的呀？上等酒席一桌啊，您请朋友吃饭呢、啊、一个人，一个人您吃不了，我们这儿给的还多，嗨，你瞧我这意思还瞧不出来吗？啊，我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啊，我就必须得一人吃一桌。嚯，这个大爷您真行啊，那个我这个多嘴啊，爷您是做什么生意的？哪路发财？你猜猜。这我哪猜去？您说说吧。我是卖红货的。哦，知道了，好、哦。珠宝玉器啊，哦，那是有钱。红货。古玩字画。红货。什么红货？买猪血啊、哦、白货就是豆腐呗。买行了吧？嗯，我也不逗你，实际上我们是下南洋憋宝的。现如今憋宝这个词儿啊听不到，我小的时候老太太们聊天啊，一说闲话讲个故事净热闹，谁谁谁憋宝。什么叫憋宝呢？就所谓憋宝的人呢都是有特异功能的，他到这儿来，比如说瞧见这儿挂一张画，别人看是画，对他来说这画里边能藏着宝，比如说半夜三更这画活了，画里边出一大胖小子抱一金鱼，然后呢有什么金银财宝，这叫憋宝。或者是到这儿来一瞧，你的门口有块石头，别人看石头，憋宝的人说了，这石头不是石头，拿这个是上哪家宝库，这里就是钥匙，就类似这样。过去民间传说就是这个，当年人都信我是憋宝的。嚯，伙计惊着了，怎么的？憋宝的更了不起了。好爷您了不起啊，就您一个人吗？36个人。嚯、哦、您这是组团憋宝的。一共36个人下南洋憋宝，南洋新加坡爪哇马来西亚，当年那个地儿叫南洋，下南洋憋宝。爷您给我掏掏耳朵啊，
什么叫掏掏耳朵？就是您说说让我长着见识，这叫掏掏耳朵。爷，您给我掏掏耳朵啊，都憋什么宝？别人要的都是金银财宝、珍珠玛瑙，我不是啊。南洋有个波罗的海，瞎编，瞪眼说瞎话。波罗的海海当间有一小金人，纯黄金的，翡翠的眼，而且能走能动能说话。哦，这可真是宝贝啊，黄金的人啊，眼睛是翡翠，还能说，他说什么？这嘿，怎么了？瞎编，说你反正小金人呗，金黄金的人呗，是吧？你摸他，他说孙子你干嘛呢？哦，这金人说话跟老北京似的。孙子你干嘛呢？这太神奇了。慢说，说这说什么都了不起啊。呵，这真行啊。那我给您准备啊，一会儿功夫上等酒席一桌啊，煎炒烹炸焖溜熬炖烧黄二酒，什么都有，一大桌吃吧。他哪吃得了去，这儿叨两口，那儿叨两口，一会儿功夫吃完了，撤，撤，对，那个爷，这个菜我拿完给您扣上吧，啊，等您回来饿了再给您热热，我扔，我就没动的，我不要了，就吃完就扔了，啊，我您这是真有钱，行行行。撤下来，伙计们分着吃了呗。伙计们高兴，嘿，来下南洋波罗的海别宝的小金人啊，黄金的人，翡翠的眼，能走能动能说话，一张嘴就客气，孙子你干嘛呢？都传开了啊。一晃两三天，掌柜的姓马，马掌柜的，刘二干嘛呢？正跟人白话呢，南洋波罗的海小金人啊，能说话。掌柜的看着，孙子你干嘛呢？小金人过来。哎，怎么是掌柜的，你这说什么呢？再来客爷，好家伙，一人住一大高间，每顿饭一桌上等酒席啊，三十六人一块儿下南洋憋宝波罗的海小金人，纯黄金打造，翡翠的眼啊，能说能动还能说话，能说什么呀？就你刚说那句孙子你干嘛呢？哎，废话，你听他那个去了，这主打来了这三天了吧，蹦子还没交呢，你别到时候回去扭头走了，这钱你给掌柜的，您这小瞧人真是，你怎么，我要钱去，到这屋了，客爷啊，怎么着啊？是您那个三十六人那团伙，那个憋宝师，谁给起的名？憋宝师还都没来呢啊，这不等着呢吗？是我们掌柜的狗眼看人低啊，不知您怎么回事，说让您交点钱，本小店薄啊，老垫钱垫不起啊，这不叫事。解开包拿出四十两银子来，哇，够吗？我好好太够，一看就憋宝的，拿着银子过来让掌柜的，掌柜瞧他，孙子你干嘛呢？你老学小金人有意思吗？人给钱了啊，行，你盯着这儿吧，这钱四十两银子，反正给我花些日子，半个月。掌柜的说还去啊，还要去，这又来了，可以，你那三十六人憋宝师还没到了啊，这不等着呢吗？可能是庄稼活没忙完吧，是怎么回事的吧啊，是是是，那个掌柜的不是人，又让我催您要钱，好，给你，打开包还有多少？还有四十两啊，拿回来了。又过半个来月再要钱来，没有了。哎，嫂子给了一对手镯首饰，哎，不叫事儿，给人家啊。简单接说，过了些日子蹦子儿皆无，再要没有了，你再等两天吧，过两天三十六人一块来下南洋波罗的海啊，小金人啊，黄金打造，翡翠，是是，爷您别说，我比您说的还利索呢啊，是我跟您说这个，不是我相信您，我
知道那小金人嘛，是吧？能说话，孙子你干嘛？这我都知道，就是掌柜的不是人，又要账来了。您好歹，明天吧，好吗？明天给你。这个要账堂账，这是门手艺啊。可是山穷水尽的时候，拿不出钱来，挤得人死的心都有。伙计走了，晚上关上门，三爷张广泰独自一个人闷对孤灯，坐在这傻了，蹦子儿接物，怎么办？人家这等着要房去，要饭去，我说了天亮给人家，我真没有。有的话给了他，又花完了，那天回不了家，见不了娘，见不了嫂子，四美堂那儿，红玉也不知是等着我了还是怎么着了。我这一辈子万没想到富家公子沦落至此，天亮了没钱，人家连掌柜的带伙计一通骂街，保不齐还得抽我一顿，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？这一抬头瞧见房梁了，想起当年红玉的那句话来了，啊，这房梁就是我的归宿。哎，看起来房梁是我的归宿，把裤腰带解下来了，搬个凳子来，踩好了，搭过去，弄好了，来这扣，娘啊！恕儿不能惜钱尽孝，您养我呀，就算白养了啊，我得死了。红玉，我对不起你，一日夫妻一百日恩，可现如今我说到没做到，阴曹地府你就骂我吧，啊，有什么冤枉事儿跟阎王爷说，一套把这绳子套套在脖子上，脚下一使劲，当，把凳子踹翻了，人就站在平地了。绳子太长了，重拴，把凳子拴，找这个，想这踢完会不会很难受？站在凳子上自个儿跟自个儿这做舞蹈动作，什么钟点啊？现在说夜里十二点多钟，全睡觉了。马掌柜的闹肚子，打屋出来奔厕所，哎呀，肚子疼啊，上厕所。哎，整打这屋这过，他这屋可点一灯啊，您记着，刚才们说了啊，桌上有一灯，灯就能照影子。这么高的一个人，哎呦，小金人要上吊啊！转身奔伙计这屋，伙计旁边不远，有的是在饭店里边啊，有的是在过道搭铺睡觉都有。这刘二呢，哎，算是来的时间长，有点资格了，单独有小屋啊，挨着那个草屋子。来到这儿，烫一脚把门踢开了，刘二正睡觉啊，掌柜的进来，起来起来，小金人上吊了啊，坐起来。又掌柜的，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你那金人上吊了，赶紧瞧去。掌柜的，您这是做梦？我做什么梦啊？我亲眼得见，我刚才上厕所，我肚子，您怎么了？我得换裤子去。掌柜的哭叉闹了一裤子，回屋了。刘二这蹬裤子穿褂子来到这屋，一进门那凳子刚踢开，三爷挂上了啊，这过来抱住了，孙子你干嘛呢？可把这句话用上了，往上摘扣，把张广泰顺起来了啊，刚勒上还没憋气呢啊，这一下来一把薅住了，您怎么回事？张广泰眼泪下来了，
我的大哥，你不该救我呀，你这是害我呀啊！不是，不，这没事，害也是你先害的我啊！你那个36人憋宝是没有？跟你说，这骗你呢啊！你先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这起来了，扶着坐在炕沿上。你给我说实话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跟你说，我呀，我叫张广泰，我家河西务的，我不学好，妓院里边瞧见一姑娘啊，我想把她赎回来，我哥不让。后来我哥要害我，如此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如此全讲一遍。所以现如今我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我没办法，我欠你的钱，完事我后边也续不上。我想我对不起你，我就死在这儿，我就对得起你了。啊，您死这儿更对不起我了。得了，得了，得了，嗨，您这您真行。哎呀，反是您欠了店里不少钱，我们掌柜的那脾气您也知道是吧？咱们这样吧，嗯，您有什么手艺？我会花钱。那不叫手艺啊，挣钱的手艺还没来得及学呢，我们先学花钱。那这样吧，嗯，我问问您啊，您文武哪一个比较擅长？我都行，我文武双全。你看到这会儿还说这话，我文武双全。您说您文都会什么？我能写字儿，写扇面，你去买点扇面我给你写卖。不是，您也没有名啊，您写扇面怎么能挣钱呢？你要说哪位大画家大书法家写完之后，这能您谁知道您呢？我给你写个张广泰绝笔行吗？人都说写字的这死了就值钱了啊，我写个绝笔那也不像话，你得出了名再绝笔啊，你都死了你就绝笔管什么用啊？那不行，那文武双全您还会什么？哎，我会一趟刀。钱文书咱们可介绍过，在妓院里边他教韩红玉写字，韩红玉教他练刀啊，是会这么趟刀，但是能拿他赚钱那是另一回事儿。我会一趟刀妥了。前些日子我们这店里住了一个打把式卖艺的，挣了不少钱，走的时候丢下一口单刀在这儿啊，这刀明儿我给您擦擦，我带您出去外边啊练趟刀，挣点钱也能活着。可有一节，可爷，这屋您不能住了，给您调一屋，反正能睡觉，是不是？吃饭呢，管饱，您就别上等酒席了，行不行？可以。五谷天明，伙计找掌柜的，把事儿一说，您说怎么办？我的主意是这样，你要不答应，咱们再想法。掌柜的说不答应也得答应啊，他走了，蹦子儿结无，这个反正能挣点是点吧，也就答应了。吃完了中午饭，伙计在前面走，三爷拎着刀后边跟着。找一热闹地儿啊，打把式卖艺，来到这儿一瞧啊，人还不少，做买卖的啊，出摊的，什么耍猴的，干嘛都有。来吧三爷，您就跟这儿吧啊，练完了之后跟大伙儿要钱，完事您就回去，我这给您热饭啊，白菜熬豆腐大馒头，您回去吃去。哎，你去吧。嗯，他跟这儿也没人啊，练吧啊，自个儿一个人耍。开始的时候倒是有人瞧啊，站着这么六七个人那看着，啊，一瞧耍完了都走了，嗯，怎么呢？练的一般，太一般了，啊，就剩一个老头。这老头啊，现在说这个头1.57米左右，也就是个儿不高。小老头揣手，这瞧着他练完了，谢谢，多谢贵宝地，人人志士，谢谢大家这么捧。就一个老头跟那儿太客气了啊。刀放下，奔老头来了，给钱。老头瞧瞧他，干嘛？给钱，给钱。昨天尿炕还没打你呢，还要钱？滚蛋！老头走了，他这好，列位，明天见。回来了，一进店房，趾高气扬的，伙计过来，嚯，回来了，给钱，给钱。昨天尿炕还没管你呢。啊，滚蛋！不是你，你是人不是人呐？什么话？不是我这现学的，人家这么夸我来着。怎么还有尿炕？我就顺嘴一说啊，这尿炕很正常嘛，尿炕的拉裤的。掌柜的出来，别别废话啊！啊，以为他念山阴马衔接呢，啊。回到屋里来，那儿热了俩馒头，一大碗菜，给他沏了一杯茶，坐在这儿吃了几口，
想了又想，我可能不是这个材料。怎么呢？这打把式卖艺要钱呢，那是另一工劲儿。找好比说相声，好多人都说了，说相声过去站在街上说完要钱。您记住了，说学逗唱是功课，这四门加在一块儿都不如要钱下的功夫大。为什么？钱在你口袋里，我这儿说完了，得打你口袋里，拿到我口袋里，这得多大能耐？凭什么呀？所以说过去得学这个怎么要钱，跟什么人说什么话，还不能说完了你不高兴，让你乐乐呵呵的把钱给我，而且明天我再出摊你还得来，这是能耐，这得学啊。他没学过，他哪会这个？他以为这儿哗一练完了，哗金银财宝就都来了，他以为人都疯了呢。晚上吃完饭坐在屋里关上门，眼泪又下来了，这个怎么好啊？哎呀，这看来这不是事儿啊，这个馒头白菜也不是见天能吃的，再有几天人家要是腻了我怎么办呢？又一想，我只有一个手艺，就是死。可有一节我别死，人这屋来一回了啊，再来一回不新鲜了。又何况说这个伙计对我不错，我再死在这儿我对不起人家，我上外头死去吧。啊，半夜十二点打屋里冲来，关好了门，溜溜达达上外头去了。走来走去，这儿有一片树林子，哎，死，把裤腰带解下来了。想不到我张广泰宁丧于此。话说完了，就听身背后离着挺远的有人喊，等会儿我也掉，等等等等等。你想有人喊这就愣住了吧，这回头跑到跟前来了，白天骂闲街那老头啊，就是那个啊，滚蛋啊，要钱尿炕没打呢，就是那大爷到跟前了，抡圆了给张广泰一嘴巴，啪！啊，你怎么打我？树林子是我的，你死在这儿我怎么办？啊，好，我再找个地儿，嗯，走啊，走了有这么三五里路，到河边了，站在河边瞧呢，嗨，跳河一闭眼的事儿，怎么不是死？想我张广泰命丧于此。听那边，等会儿我也跳，等着吧，噔噔噔噔噔，老头到跟前了啊，抬起嘴来，咣一脚，张广泰踢一轱辘，啊，这站起来，你干嘛？干嘛？这河是我们家的。你死这儿我怎么办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转身往外走啊，心说邪了门了，这老头势力太大了，这片树林子都是他的，这河是他们家的，可他是要死的人，我跟他矫情这干嘛呀？哎，又一想，我找一大路吧，找一大路，来辆大马车运菜，那个好千斤打我身上压过去一样能死。对，转出来了，奔大路，找一大路一躺，想我张坐起来看，老头没来，想我张广泰命丧于此，哗一躺，躺了俩钟头啊，大半夜哪来卖菜的车呀？起来了，我不会着凉吧？刚站起来，头顶上刮动风声，一抬头，打树上一团黑云子似的，呜，下了一人，抡圆了，啪一大耳贴子呀！再睁眼一瞧，就这老头广泰迷糊了有三分钟，这才回过神来。哎，你能把我弄死吗？老头也乐了，起来，这儿起来了，干嘛呀？大小伙子，啊，干嘛不行？非得寻死觅活的？夫人，没有你这么欺负人的，你这是把人往活路上逼啊！啊，上吊你不让，跳河也不让啊！你刚才躺那儿怎么着了？我以为你累了，我就没理你。我等着送菜的车压死我。这这这这这，哎。说说吧，哪儿来的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非要听啊？我听，你说吧。张广泰就复述了一遍，
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全来一遍啊，都说了。老头点点头，嗯，行。现如今有什么打算？老爷子，我没有打算。我能有什么打算呢？我没有别的办法。嗯，咱们这样吧，嗯，我挺喜欢你的啊，别瞧你心思密活的，我呢也没儿没女，我倒是会两下子，我教你练武术，你愿意吗？哎，这我你看我行吗？可以啊，你是很抗打呀。那我以后就跟着您学了。哎，跟我学，跟我走吧。往前走啊，顺着头里往东一直走，头天亮到了一片菜地，菜地的边上三间草房，老头带他进来，来吧，我就住这儿，打今儿起你也住这儿，听见了吗？让你干嘛你干嘛，听话。哎，那么说这老头是谁呀？江湖上有一号啊，肩担日月游戏乾坤老英雄李白臣，有两下子啊，收了好些个徒弟，行侠仗义，喜欢他啊。简短结说，打这儿起跟李白臣学艺，弓刀石马不见，眨眼的功夫三年过去了。现在的张广泰可不是当初的张广泰了，一身的能耐，二十郎当岁大小伙子也正当年了。师父很开心，这一天把他叫到跟前来，孩儿啊，你算出师了，师父我走南闯北收了13个徒弟，你是第13个，每一个徒弟名字里边都带一个泰字，你记住了啊，你是第13个徒弟，你叫张广泰啊。今天你出师了，师父送你点东西，给了一把短把刀，又给了一块诀。有人说，哎，我瞧过永庆生平，我也听过这个其他人说书说了，说给了一个碧血诀。这个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啊。碧血诀按照说书艺人所编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就这么一疙瘩，这疙瘩呢上面拴着绳子，平时呢系在腰里边，拿着当暗器使，跟谁一打仗夸把这揪起来了，唰唰唰唰唰吱出去了，头里还不是尖儿啊，这一圆疙瘩，打在谁身上呢？按穴道这么打，当一打，打中了麻了或者酥了，干这个使的。但这个是评书艺人编出来的啊。送的这块爵是什么东西呢？是一个玉的制品，圆者为环，缺者为爵，一个环这叫环啊，当件短一块这叫爵，爵是一个装饰品，玉戴在身上是告诉人呢不要太满啊，这个凡事留有余地，是君子人所佩戴的东西。在这个爵上面呢拴着一块红绸子，系着13个疙瘩啊，这是我说的这个啊，给张广泰以后两军阵前行走江湖遇见带着这个东西了，那就是你的师兄弟，掏出来数疙瘩，你是第13个，所以你这上面13个疙瘩啊，记着，这是师父给你的。又给了一本书，什么呀？江湖春典。江湖春典就是江湖行话呀，现在说相声也说啊，说相声呢什么唱大鼓的，变戏法的啊，包括土匪，我们其实是通用一套语言啊。有人说这算古汉语啊，其实是有行业保护的啊。比如说俩说相声这坐着呢，人来一个谈业务的，这打算说要多少钱呢？你俩人能商量吗？啊，这要是给一个500块钱，咱们就去。对，低于500咱不去。这一说人就听见了，人家就说了啊，给你多少钱？所以之间有这种语言，我们从日常生活用语，包括专业名词，有一整套的名词。比如说俩说相声，我跟于谦我们俩坐一块儿。就是一句话你们都听不懂啊，从吃饭的喝水啊，所有东西全是有不一样的名词，就所谓的江湖春典，说难听点就江湖黑话啊。有机会于老师来了我们表演一下这个啊，你有什么好不好啊，现在没用根本就啊啊，给了一本书，书里写着江湖春典行话啊，照这个看，看完之后你就会说了啊。明天我要带着你去见见你的师哥，天津城里边有你师哥，因为师父我要去出门到江南办事，你在这儿呢暂且在他那里存身。这儿磕头谢师父，哎，简短结束，清晨起来爷儿俩打菜地出来，
奔哪儿？天津卫北的关，这个地名叫观音号，来了那是最热闹的地方，现如今也是，就是西北角附近那叫观音号，大胡同那口那儿，爷俩在这儿，嚯，大饭馆上下两层装得很好啊，一块匾三个大字儿，国家菜。因为年头太多了，不知这个饭馆叫什么名字，我今天上楼看见底下国家菜啊，就借人一个名字啊，也不知谁干的。 领着进来了，伙计都认识，呦，老爷子您来了啊，叫我徒弟去。一会儿功夫掌柜的出来了，掌柜的呢大秃脑袋大眼睛，也是老头的徒弟啊，横三叫洪宝泰师傅。哎，来，这我新收的啊，广泰，张广泰，你十三兄弟，师兄弟哥俩见礼，哥俩赶紧，哟，师哥师弟，上楼吧。上二楼啊，一上二楼呢，当中是一个很宽阔的地方，能摆这么十张桌子，边上有几个小包厢。师傅，包间吃去还是这儿？就这儿，外边宽敞，靠着窗户，把窗户支开了，窗户根这儿摆张桌子，一人仨坐好了。洪宝泰是正经天津人，父亲是刽子手，过去衙门口杀人呢，刽子手砍人的，也是打小学徒，十四岁学杀人啊，先练反刀，这刀攥在手里边反着啊，怎么练呢？早晨起来推豆腐，大块豆腐摆好了啊，拿这刀推，稳当当的，每一片都得一样。再练练些日子，豆腐上画黑线，按这线推，每片都得一样。再练，画完了线，豆腐上面摞一摞钱，铜钱放一摞，推的过程当中，这个铜钱不能动啊。要说刽子手也不容易呢，练这个，平时没事呢养一猴，是刽子手都养一猴，这猴坐在手里这玩，撵他后脖梗子，找这个脊椎骨第一节第二节当劲儿撵，这地儿叫算盘珠。为什么呀？猴跟人是最接近，撵这儿就熟悉这个位置啊，有利于下刀。刽子手有一个特点，跟谁走路都让您先走一步，他在后边看，没事别跟刽子手交朋友啊。杀人太多了啊，到四十来岁这才生了这么一个儿子，自个儿说我可能是杀人太多造孽了啊，以后我不干了，这孩子呢就交给了老英雄李伯臣，你教我这孩子吧。这么着就跟他一学，这一晃是多少年了。今天师徒三人往这一坐，干嘛呀？托付张广泰，这是你兄弟，你得照看他，您甭管了，跟我亲弟弟是一样的。行，来呀，准备吃的。怎么的？师傅也来了，师弟也来了，得吃饭啊。那儿炒了菜，先给老头了弄了几盘小点心，哎，小碟子很精致，草子糕啊，绿豆糕啊，小茶食啊，啊，这类东西摆在这儿，不敢说师傅您吃点心，为什么呢？老头是老北京人，啊，这个过去北京人有讲究，点心不叫点心，叫饽饽，吃点饽饽这行。你要说吃点心，这是骂人，为什么呢？刚才咱们说了，刽子手杀人，杀人有两种，一种是杀头，一种是剐。杀头简单，人跪在那儿啊，脑袋那儿咔嚓一刀被脖子切了，这杀头。但有一种剐，说这主啊犯了罪了，皇上说了，剐三千四百刀，小刀在身上剐。剐的时候您记住了，有的时候呢，家属说别让我们家这亲戚受这么大的罪，您呐先给他来一刀把他弄死，死了之后再剐，剐他不疼。那么照着心窝这一刀叫点心，记住了。在过去老北京连吃点心我弄死你，没有，点心铺叫饽饽铺，但这是北京的说法，天津没事，可老头是老北京啊。摆上这四碟是吧，您先吃点啊，垫吧垫吧，菜这就来。那么说这么大的饭庄请师傅吃，吃什么呀？简单之极，因为多了老头吃不了啊，先上一个豆腐。有人说这个洪宝泰啊太差劲了哈，请师傅吃豆腐，这豆腐炒的都没有样啊，乱乱哄哄的。这个豆腐怎么做的呢？一块豆腐方方正正，切完了之后，锅里边啊，这个水啊，是先用白水煮的黄豆芽儿，吊这个素的汤，拿这个汤做开了，豆腐搁在里边去煮一坑，搭出来，再换一个锅，用清的鸡汤，啊，清的鸡汤再煮一遍。为什么呢？
因为这个豆腐里边有蜂窝眼，如果说不拿这个高汤过两遍，你炒的时候炒菜的油容易浸到蜂窝眼里面去，这样鸡汤和豆芽汤就把蜂窝眼填死了，吃的时候呢没有异味啊。两番过完水捞出来，锅里边搁点油，然后来点葱花炝锅，把这豆腐搁到里边去，大师傅拿铲子跟里边嘁嚓嘎嚓嘁嚓嘎嚓把这豆腐和了碎了，碎的差不多了，打一鸡蛋愣往里边扔，再抓一把葱花，再来点盐，咔咔一炒端出来，这叫鸡刨豆腐。说着简单，但实际上这个挺难弄。为什么呢？端上来之后就没样儿。你想啊，跟这里边胡铲乱和了，又是葱又是鸡蛋的，好看得了吗？鸡刨豆腐，但是吃起来好，老头好吃这口，这是一个。又给老头炒俩鸡蛋，有人说这鸡蛋你可别想小瞧啊，你觉得鸡蛋你会炒，这个鸡蛋很麻烦。鸡蛋拿来之后分俩碗磕，一碗是蛋清，一碗是蛋黄，分别摊成一个小圆饼子，搁在盘里边码好了。摊的时候，这个蛋黄里边要搁一些碎海米，蛋清里边要搁一些碎马蹄，就是荸荠碎的。摊完之后俩摞好了，底下放黄的，上面放白的，再用好的云南火腿吊出汤，拿那个汤浇在这上边，这叫炒鸡蛋啊。你别小瞧这个鸡蛋，这是孔府的饭，孔圣人家吃炒鸡蛋是这么吃。上这么俩菜搁在这儿，给老头又端了一笼血馅儿的饺子。你看，有人说我的天哪，血馅儿饺子！列位，这个单口相声难说就在这儿了，不是说你买本相声大全照着说就叫说书，那是两回事儿。第一听故事，第二要长知识。血馅儿的饺子，想当初北京城西单那儿有一家专门卖血馅儿饺子的。血馅儿是什么呀？鸡鸭血和花菜、木耳。啊，什么胡萝卜，就这类东西，再加上胡椒粉，把它和出来的馅儿。过去来说，有那个老北京讲究的主，讲究喝早酒，早上起来得喝酒，大家带三两阴沉，阴沉呢就是地上有野草，同仁堂三月份把它摘下来之后泡酒，那个酒特别绿，去火解肝毒。时至今日，配肝病的药必须有阴沉，但是只有三月份的阴沉能泡酒，四月份之后叫蒿子杆，没法用了。早晨打家带出来碧绿三两，进这饭店往这一坐，只要是带着这个呢，伙计接过来给您烫上，完事儿送您一盘肉皮冻，再给一盘木须枣，这是老规矩。坐在这之后吃血馅的饺子。为什么说又有人研究血馅的饺子呢？列位，想当初大清朝有一位了不起的英雄，谁呀？康熙皇帝的叔叔神力王达摩苏。这主啊，大清进关的时候，他是前不正印先锋官，打李自成追张献忠全是他干的啊！马上部下那是满洲第一勇士，每天早上起来上朝之前，他的府门前埋着18颗柏木桩子，这位爷上朝之前丁光五四18根桩子得踢折了，踢折了他走，这儿赶紧大伙儿接着再种啊，再埋上，明儿还得踢呢。下朝回来得骑着马奔北京郊区跑一圈，跑完回来到西单这儿吃血馅饺子。骑着马跑容易把土吸到肺里去，吃这个鸡鸭血是清肺的啊，所以说专门为他研究这个。老头是练武之人，也爱吃点这个东西，所以徒弟知道这给师傅预备的血馅的蒸饺，这吃的。广泰一瞧，给师傅才来一豆腐，来鸡蛋，来笼这个蒸饺，我吃什么呀？啊，瞧瞧师哥，没好意思问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俩伙计给广泰上菜了，这么大一水缸。啊，放在这儿了。广泰纳闷，这怎么先烫饺子是怎么着？啊，洪宝泰把这盖儿揭了，一看上面是一张发面饼，把发面饼再打开了，底下一个整的猪头，还有10个鸡蛋，还有这个一个话筒，不结实啊。这个鸡蛋、猪头、鸡。整只的鸭子拿着一个缸把它弄熟了，上面扣一发面饼，这个吃法叫做一品富贵啊！练武的人吃，你没那个饭量，你根本消化不了啊！摆在这儿吃吧啊！广泰香吃吧，那哪吃得了啊，跟着一块吃啊，这吃着聊着天，老头是不断的托付啊，他可年轻初闯江湖啊，你一定替我照顾好的，是师傅您放心。这儿吃完饭，师徒洒泪分别，老头要奔江南访友，就把广泰留在郭家菜了。
我这么一说，您这么一听啊，广泰说：“师哥，我能帮您什么忙？”啊，师哥说：“也没什么，兄弟，咱们师兄弟就如同亲兄弟是一样的。这个买卖是我的，也就是你的，一草一木都是你的啊。我有时候出去不在这儿，你说了算。打这起，广泰就住在这儿了啊。平时没事呢，也帮哥干点什么活。一晃一个来月，这天。”洪三爷说：“我得出去一趟，有朋友找我，在杨柳青那儿约我喝酒，我去一趟。嗯，也许两天，也许三天，也许当天回来。兄弟，你替我盯着。”好嘞，他就走了。家里就剩下了张广泰跟这盯着。天气还很热啊，二楼的窗子都打开了，拼上俩桌子，张广泰躺在这儿睡觉。现在钟点说下午三点来钟，迷迷轰轰就听着一阵脚步声音，蹭楞坐起来了，心说要出事儿。哎呀，刚才咱们说到了张广泰啊，睡在郭家菜的二楼上，以后再出相声大全以我这为主啊。躺着躺着，突然间听到楼梯上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。练武之人呢，不能等你到了跟前我才知道啊。腾楞坐起来了，起来之后举目观瞧，顺着二楼这楼梯啊，腾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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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来，得有二十来人，二十六七个，都是大小伙子。他看这状态都不像好人。怎么呢？花鞋大辫子。这是什么人？列位，这叫混混啊！天津水旱的码头出混混，混混呢还跟地痞流氓不太一样啊，他是集这些类的大成于一体啊。怎么叫花鞋呢？就这类人出去啊，他觉得跟普通人不一样。普通人穿双圆口便鞋啊，双道脸的粉底儿足可以了。他这没有，他这帮上得绣花，让你觉着我这格色。这衣服也是如此，这扣不能系上啊，老得赊了着，或者是脱下来搁手里边抱着，肩膀扛着，里边一身绸裤绸褂。清朝人留大辫子，他那辫子松松垮垮，得过了屁股。为什么呢？续进几个假辫子去，一个辫子节那儿插一朵茉莉花，有的呢里边绑铁丝儿。辫子梢子得翘起来啊！告诉你，我人横辫子都横。走着道的时候，一个腿靠前，一腿靠后，拉着胯往前走。这俩手啊，半攥拳，俩虎口相向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。这眼老得斜楞着，一看就不像好人的意思。我身经百战，腿有毛病。这叫花鞋大辫子啊！混混吃什么呢？仓库局。这要一说就太长了，简单结束就出去讹诈去。比如你这粮仓他去了，你打我一顿，打完之后每天上你这拿粮食来。你开保局的赌场他也去了，进门闹闹完之后你打我，打完之后我也没喊没叫啊，我能扛打，以后每天这儿来拿多少钱，就干这个的。另外还有一批小混混，小混混一出来讲究打老混混，时至今日啊也是如此。天津也好，北京也好啊，这地痞流氓这有仨刚辍学的十四，这扬名立万啊，这慢慢熬，什么时候熬出名来就得问啊。这仨十四的问，六五年那老流氓叫什么呀？有人说六五年谁谁住哪儿住哪儿，那时候现在都七十多了。这去到那儿光一刀把这扎了，这一传出去，我听说了吗？哪哪老炮让十四的孩子给扎了。这是流氓行业里边的一个规矩啊。今天来的就是一帮小混混，领头的这主呢，江湖上有个号，有外号叫什么呢？叫谁都能打。你就知道多吉利了啊！领着二十来个弟兄，跟着我混没问题。知道大爷的名字吧？谁都能打。啊，咱们得闹，咱们得扬名立万，天津卫得有咱一顿饭。说这个，那咱们上哪儿闹去呢？有人出主意了，啊，说这个北戴关。啊，观音号，这儿有一郭家菜，老有郭家菜，掌柜的姓洪，啊，到他那儿去，这主啊
有两下子，咱如果跟他那儿能闹下来，能讹下钱来，天津卫咱就平摊了。那去吧，啊，天天打听，去看看去，看看掌柜的在不在。天天回来了，贼爷，掌柜的在啊，等什么时候不在，咱们去闹去。嗯，好容易盼到今天，说这个掌柜的不在，走了，那咱们去闹去吧。啊，这个也符合他这个心理状态。你听这名儿，谁都能打啊，就不是真横。到这儿了啊，看了半天，真不在，真不在，早给我进去。歪着膀子，斜着身儿，噔噔噔噔进来了。到一楼这儿呢，下午三四点钟吃饭就走了，没人。刚擦完地，所有的凳子呢都翻过来，腿冲上，立在桌子上边。伙计们睡觉，大堂没人，过着风，天热。上二楼，呼噜呼噜二十来位上二楼了。站楼梯口一瞧，那儿桌子上坐着一位，张广泰，啊，穿小汗衫，底下灯笼裤，啊，这辫子盘在脖子上。瞧着这几位，二十来位，你瞧我瞧你，为首这个大英雄，谁都能打。不说没人吗？大哥，咱们可不是偷人家，咱们是扬名立万，对吗？甭管是谁，砸了他，打了他，或让他打了您，日后咱们跟这吃挂钱。啊，我跟这闹完之后，你打了我了，日后每天你开张就有我一份钱，这叫挂钱，对吗？行，啊，来吧，咬着牙就过来了，来在了张广泰的面前。广泰打桌子上下来了，一抱肩膀瞧着，啊，这谁都能打，一伸手，又打这腿叶子这儿，把匕首掏出来了，伸左手，摁在桌子上。这匕首叮刀入目，打手背上扎过去，这刀就立在这儿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江湖道上地痞流氓实行的方法啊！就是人家来了，手定在你桌子这儿，本家掌柜的按照规矩来说，你把裤腿挽上来，把他这刀抻下来，在你腿上写天下太平。写完之后，面不改色，心不跳，闹事儿的规规矩矩走，就看谁横啊！人家这主，啪！这一刀扎偏了。好，谢谢配合啊！啊，这一刀通过手背啊。得扎过去才能扎在桌子上，啪，躲在这儿了，啊，看着广泰，广泰不懂啊，知道吗？他哪学过这个呀？看看，好，这好不行啊，这，很好。这阵心说，这要是有俩钟头我就完了。看看左右跟随的弟兄，心说我这差不多了，该你们闹了啊！吆五喝六，叮咣五四的给他一砸一打人，咱们就成功了啊！努嘴上，这几个小子一琢磨，我们二十来人了，本家掌柜的又不在，吃不了亏啊。有一主啊，真愣，本张广泰就过来了，你是干嘛的？话说完了，就没见张广泰这么快的。你干嘛的？这抡圆了，反手用手背问着脸上，啪！这大耳贴子，这主原地转仨圈回来，你是干嘛的？打懵了。手背打跟手心打又不一样，手心有肉，手背是骨头。他是练武的，啪转仨圈，这主站着，你干嘛的？你是干嘛的？老这句话打傻了。张广泰乐了，甭管我干嘛的，是你们找的我，而不是我找的你们。你来一看，一转身来到楼梯口这儿了，把桌子汤汤汤汤汤全顺在这楼梯口这儿，桌子挪桌子，桌子上面挪椅子，整个把楼梯口插严了。
怎么上来的？这楼梯口。好，打窗户下去啊，二楼啊，真有几个过来啊，扒头看，下不去，太高了。这都不是正经干多少年的地痞流氓，竟是刚辍学的那个啊！有那愣主，我今儿跟你拼了！奔张广泰来，你想啊，他学了三年，那是正经练出来的，打人的行家，这一叼腕子往外一送，借劲儿使劲儿，啊！这身后不远就是这窗户，这主就奔他来了，这一叼腕子跟着一拖，走你啊！啊，一个俩仨四。全下去啊，简短结说，屋里边就剩桌子这位了，动也不敢动，走也不敢走，这等着张广泰。广泰整理整理小罐，晃着肩膀过来，大跟前瞧着他，受伤了就不能扔了吧？广泰乐了，蹬一条板凳过来，往这一坐，疼吧？你说呢？能不疼吗？逮着理了。张广泰一伸手，把这脑子给拔下来。你也瞧出来了，来这二十几位全走窗户了，我不走，我有伤。行，这个买卖是我哥哥的，他出去了见朋友，托付给我了，一草一木都是我的，楼上楼下这里边一个子儿都跟我有关系，我也不打你，我也不骂你，赔桌子。你刚才这一刀扎看见吗？桌子上面有一刀印儿，赔桌子，这能值多少钱？这个木头不是一般的木头，想当初成吉思汗在河南建立皇宫，剩下那木头做的这桌子，爷，就说我们是流氓，你也不能欺负我们没文化。成吉思汗多的在河南见过皇宫啊，那你认打认罚，那你说怎么办吧？打这儿起，带着你这二十来人滚出天津卫，在天津哪儿见着哪儿打，听见了吗？哼，滚出天津卫，你说去哪儿？还真被张广泰问愣了。想了想，这以为是豆汁儿，好，这云南，好，青山不倒，露水横流，他年相见。没等说完，张广泰揽着我，这，怎么呢？太缺心眼儿了，打楼上就给扔下去了。啊，这些位咱不提，这归置桌子吧，都弄完了。到晚上啊，哎，师哥一回来，把这事一说，哥俩都乐了。也没往心里去，就拉倒了。